李伟成，我先用这个这三个 logo 的迄、那个伊的历史来做一个迄个解说。吼、哦，第一个是草创的是，这个是台湾设计的 logo。吼、哦，啊，伫2002年，我找沙巴卡玛的时，这是第二个 logo。用到2009年，因为甲迄个美商一个惠而浦做同款的，哦，插迄个圈圈，三百卡嘛，迄阵即时来甲我救，修改即卖第三个 logo， 是2011年用到即卖，所以我对最后一个 logo 最吼。哦客人的认同最大，最喜欢。我今麦来讲这个，威尔炮的由来吼。威尔炮的前身就是迄个成长工业社，伫1983年创立吼，啊有四个兄弟，这样出5万块买一台旧的射出机，来做，伫差不多四年，也伫1985年，伫迄个我专门做迄个下载加工吼。啊，伫即个1985年，踏入去手工区，来做手工区的代工加即个成品。吼，啊，迄阵其他两个兄弟，因着因为即个企业应该会活，所以退出来。吼，伊阮佫另外两个兄弟，甲阮小弟在做。吼，啊，因为公司迄阵嘛，我改做围城。啊，为从个咱业绩一直成长啊，吼，所以，另外搁想讲啊，无咱搁来改一个名，搁来找一个公司名来符合业务上的需求啦。啊，对伊个名，咱就来想讲，是毋是甲行业别、甲产品有关系？所以，参考足侪国内外公司了，决定用旋律，因为阮的产品就是旋转所产生的力量，所以我出旋律。我要泡就这样起来，好。啊，所以伫这个咱业绩成长甲产品的迄个种类不断的迄、那个扩展啊吼，所以嘛想起讲啊，咱参观去国外出去看展览，所以伫1995年，伫这个去看日本的东京的 DIY 展览，1996年去看德国的摩根电视，吼。啊，除了观察的新产品甲新技术以外，我发现讲欧洲的品牌，因拢一个真响亮、真响亮的名，吼、哦。啊，伫迄个时阵，咱台湾只炒一两间，伊个名是，叫伊出来，用英文叫伊出来，较国际化的名。啊，迄阵咱台湾的名，拢，拢是用中翻英直接翻出来。吼、哦，我相信，恁若小可甲注意一下，这种名佫足侪拢佫存在。吼、哦，所以看袂出这个名是国际化的名，连外国人咧读袂好势，读袂顺。哦，所以我回国回来以后呢，我就咧讨论讲，要怎用英文去号名，号一个较国际化的名，吼、哦，啊，佮有伊含义伫咧，伊含义，就讲甲这产品啊，甲行业有关的。所以，我决定用威尔的旋，力量的 power， 啊，就威尔 power 是安尼来。啊，即、这个当初的商标，所以阮就去找人设计第一个商标，吼、哦。啊，伫经过即个几啊年去看展了，开始嘛有想讲啊，我嘛是要展，吼、哦。所以伫2002年的时候，2002年去参加，嘛是贸协办的伫个台中市政府的一个品牌分享会，吼、哦，成果分享会。啊，我透过迄、那个。茂盛的高义林先生吼，伊即下毋知走去台湾毋知，伊介绍吼，啊，甲推荐三间公司，两间台湾啊，一间外国人，就是沙巴卡嘛。啊，即、這个台湾即两间，因为咱早期的设计拢是行日系的风格，吼、哦，啊，沙巴卡嘛伊行是欧式的，啊，欧式的来讲，伊设计起来迄、那个摊，迄、那个摊位，迄、那个风格吼，就较我去欧洲看。德国迄边，因的迄设计迄个风格，所以这就是我要爱吼、哦。所以我怎啊委托因，把阮的产品品牌包装做调整吼，logo嘛做调整吼、哦。啊，迄阵线
阮的色吼，就是即卖吼，即、這个哦，即、這个即、這个色，即、這个叫做，阮拢甲讲三二六七色，诶，绿，三二六七绿，啊，甲即个米兰的天空，天空色对，米兰天空色迄有一个故事伫咧吼，啊，过来诸葛苗的两个色，诸葛苗吼，你若迄个是你甲拍入去找诸葛苗，伊的门会甲阮这色同款，吼，2003年头一遍参加即、這个诶科隆展览。整个单位的设计，拢是用三六六四加黑色的、黑色的来呈现，所以伫迄届，诶、伫咱台湾，正做讲所有台湾馆内底上大的亮点，吼、哦，来客数甲新闻，迄、那个新闻度拢足悬的，吼、哦，我嘛顺这个世界，我迄个设计这个概念吼，甲塞入去俄罗斯的市场，吼、哦，啊协助，迄阵威尔炮伊已经有几啊年啊。把这个知名度拍出来，啊嘛伫遐成做一个真重要品牌。哦，2003年到2008年，我每年拢去参加一年一展的这个科隆展。哦，啊，迄阵有嘛一挂人去甲伊建议讲，恁的品牌已经有条件好，踏入其他的产品的迄个领域内底。哦，建议阮来做这个。汽车、消费行的工具、汽车、汽修控制了，对。安尼来讲，你这个品牌才完整性，哦。所以2008年就是讲科隆最后一次的一年一展的展，吼、哦。那为2013年开始改两年一展，到即阵啊，我利用两年的时间做准备，我这段时间必须要去克服人员的训练，吼、哦，供应商的拜访，啊，这个 MOQ。哦，数量的产品的 MOQ， 厂房空间的不足，资金的周转，订单少量多样，哦，啊，生产线的变动，较早是量较大，哦，啊，即摆爱做少量多样，哦，啊，爱利用，所以我利用来适应这个问题，所以我利用三年时间，把原来大量生产的生产模式，甲改做少量多样。生产模式，啊，加强这个管理深度，啊，啊，2003年正式踏入汽修的市场，当时伫这個市场，咱台湾已经差不多买我十间，已经开始伫这个，哦、啊，伫这个行业，已经，伊拢已经有一个，有迄个一席之地啊，已经一席之地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威尔炮原来予人个印象来讲，你是生产高品质的罗拉吧，加这个频道。哦，就是罗拉巴头，哦，所以这市场是迄个有起过的，有分开的，无同款的，哦，因此呢，汽修的人家唔捌威尔炮，哦，即使讲我拍了种高品质，哦，啊无同款的形象啊，伫短时间嘛无法度讲吸引人家拣到大单，哦，新品牌进入新市场呢，往往拢会拄着人家甲你气嫌，讲啊。你的品质袂歹啦，但是你的价钱吼，嘛差真贵真济呢。因此呢，你是新的品牌，所以伊若落单量嘛袂济。伫这时阵，只会当以前用前吼、哦，来过来找对策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买住个为了新国建立个品牌，兼是顾着这个品质。嘛袂增加伤侪负担呢，所以公司就无讨论伫2018年科隆了展览了，为着要克服这個问题，啊，内部强势，吼、哦，要推出新的品项，啊，知影工业局拄仔咧推展这个台湾品，吼、哦，台湾品牌这个耀辉计划，我随报名参加并去录取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嘛是为工业局推荐足侪种的。厂商内底，我嘛最后嘛是搁选咱沙巴康纳设计公司吼、哦，因此因为伊上了解我，伫每一次伊拢会超出我所预期的创新，每一届拢有新的创新迄个观念互我。经过几啊届讨论以后，新的形象要来拓展，以新的形象要来拓展新的市场，吼、哦，所以伫2020。二十年，因为拄啊拄着疫情的关系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展览嘛走无去，所以这啊嘛伫这个按算伫这个单位
展览条件要把这新的元素呈现出来。所以未来呢，我们当透过品牌营销上的创新，提供人家更加更加多的服务和需求，迎接新的未来。好、哦，啊，这是阮的市场的分布，好、哦，啊，甲产品的种类，好、哦，啊，这是阮，好、哦，这有三，无同时间的展览的这个单位设计，好、哦，这拢是三百家嘛来设计，好、哦，啊，这阮赞助迄、那个，好、哦，车，迄、那个是车赛啦，好、哦，有这个国家，好、哦，啊，有迄种品牌从售及设计专案，好、哦，这个。好、哦，分六个部分，内部集合、外部集合、甲品牌定位，吼、哦，啊，甲第四项是外部沟通计划、商业设计、甲这个展场的设计，吼、哦，啊，打造新的品牌，迄个伊用个不同款是市场的需要，内部集合，吼、哦，才有这个吼、哦、分做四项 ODM 品牌、诶产品的品牌，甲。产品导向跟品牌导向，吼、哦，创新的系列经营管理，外部集合，吼、哦，阮用这个国家来做这个啊，做假设，做例子的，做的，吼、哦，来做一个假设性的那个访问，品牌定位，吼、哦，三百卡嘛品牌，吼、哦，这个坚持维持未来发展策略。在各方的迄个因素、甲资金面的考量下，从建议转而发展这个新的产品系列，啊，打造一个全新的品牌，吼、哦，这个遐个讲资金吼、哦、大量的困难吼、哦，所以啊，这个我着想过，啊，外部沟通计划，吼、哦，这着是这个哦网站的更新，网站更新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着是两。二零二零年，这个阮的新的形象，啊，甲阮这个全联工具，这单位的设计一部分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阮未来爱要做的，就是讲经销商的访谈心得影片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新的迄个产品的设计，迄个海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迄个形象的海报的设计，吼、哦，这就阮目录内底的迄、那个，吼、哦。内底方面的设计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阮的迄个新闻稿，你是咧同来设计，好、哦，感谢聆听。